Hello，Hello，hello, 各位直播线上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是我们又回来了。昨天带完大家看一下今年的会场的场地，那今天带大家看一下今年的大地游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尝试玩了一下？等一下，我觉得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好，我是今年常务的组长 Ray，然后他是。我也是今年常务组长，然后我是 Fish。没错，好。好，我们就回归正题。对，今年大地游戏不知道大家玩了没？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有点复杂，不知道怎么加入，所以我们想说今天我们就来示范一下怎么加入游戏，然后我们也带大家玩个几题，说不定大家就可以直接得到某一些题目的答案。那在开始介绍这次的游戏前，我还是先把。今年的诱因跟大家稍微提一下，我们今年大地游戏的奖品很棒。对，我来简单讲一下，就是我们里面会有包含，就下午会有抽奖，那抽奖的礼物会包含说，明年 PyCon 台湾2023的票券的折价券，对，那这样大家明年就可以更便宜的来参加，然后还有我们去年，的纪念品。那这是啤酒杯，那有两款式。那其实瓷瓶真的很漂亮，大家可以留着收藏看看。好，然后这是今年限量版的 T 恤，那这个数量超级少，我们也只有20件左右，自工自己都没有。真的都没有。对，然后它上面都是你们在会场上可以看到的一些稀有动物，跟阿贝算稀有动物之类的。对，大家如 OK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。赶快参加游戏，那数量真的不多，那我就卖个关子，不讲说实际的数量多少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特殊赞助商天龙提供我们，每个单位是500块的优惠券，那大家也可以喜欢买书的，喜欢看书的也可以留意一下。好，最后一个是这个是令人羡慕的最大奖，PyCon Anywhere 的票，就是只要你对。世界上各地有兴趣的 PyCon，那有兴趣的话，那只要你抽到了，那就是我们会送你那个地方的票。那最高好像听说价值可以到3万块台币，好像是 PyCon US 吧？印象中，对，真的很贵，然后也很棒，因为相信明年应该是可以出国了，那就可以赶快去其他国家参加看看其他国家的 PyCon。好，我们回到正题。那大家不知道今天上场地之后有没有发现，今天的场地跟昨天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有多了很多小小的图案，像我们现在踩的这块，还有我来逛一下，还有，这边又就多了一个脚印。那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这个脚印可以拿来干嘛。好，好。我们走一个快速通道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几种快速通道？我觉得这真的是贴心。我第一次走的时候有被想要吓加速的可以走下这个，对，因为逃跑很快。我就回到正题。那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今年的游戏怎么加入。那大家可以走，如果不太知道怎么进入的连接的话，就到我们这个一个猫将军图示的文字这边，那你就按 X，会有一个 memo，那上面有我们 Discord 的邀请连接。那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，可以申请一下，就点了，它就会网页会跳一个邀请。那因为我有申请过，所以我就进来这里。那怎么开始我们的游戏呢？必须知道吗？怎么开始？我看上面看起来是要叫我按什么 emoji 之类吗？没错，那就个是蓝蓝的。对我们今年大地游戏规划的人真的非常的努力，所以设计了一个很有趣、很丰富的大地游戏。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复杂，所以我这边简单讲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年目标收集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肉球印章，这、就是我们猫将军可爱的肉球；那另外一个是猫金币，那这两个就是我们目标。那这边有简单的讲了一下他们的功用，就是5个肉球印章只能从赞助商的问题那边取得。那这五个印章用途就是你拿到越多的猫肉球印章，你的中奖几率就会被我们的猫将军加持，你的中奖几率越来越高。对，猫金币就是猫金币的话，就是我们其他很多很多问题。那
那些问题都可以拿到冒金币，但是数量就不一定一样，而且你如果一直答错，你的金币也会越来越少，所以大家不要乱答，乱猜，对，你有可能最后每一题分数超低，你就根本拿不到奖品。对，好，那这边有说有扣分机制哦，大家小心。然后有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大地游戏是到今天四点就会截止，那后续我们就会抽出我们的幸运得奖者。好，好，那这边刚才 Fish 讲的没错，就是我们今年的互动方式基本上就是从emoji 这边，你只要去点这些 emoji， 那他们就有对应的一些功能。那你们只要有一些问题啊什么，你去点，他基本上就会发一个一对一的 chat bar 给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游戏。我点了这个流星之后，大家就会发现有个冒金将军跑出来了。嗯，好 ，OK。有一些简单的问题，那这个是用来分组的。你看完我做的操作就知道啊。先学云真你们的语言 ，OK。先写 email， 我快速输入一下。好，你拼错。你又拼错，你不要紧张。没事没事。好。好，然后啊，今天是拍抗嘛，拍不行，拍正你等一下就被赶出去。我想要 Java 我就被打。然后哪一种失误？身为台湾人，整个啊，不好意思，又挡住了。啊，我要开始摇晃了吗？昨天让我自己很尴尬。那你念题目，你梦想成为什么？孩子忘好了。好。最近海贼王电影，那第四题是你最想拥有什么？这个有的学生很像钓鱼，我应该不会选妹妹吧？为什么不选阿拉丁神灯？不要选猫咪好了。好吧。当程式写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会。你会？我会啊，吸个猫好了。到底有多爱猫？OK。必须的吧。好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样就分到组别，我是黄色这一组的。Okay、那这个黄色组有什么意义呢？问得好、欸。昨天其实我们有悄悄的提到这个问题。好，我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分页我不知道怎么关掉。好，多麻烦。好，这个昨天其实有讲到，就是我们在场地上啊，就是有这些小旗子。这个小旗子就是上面会对应你分到的组别。那如果你们想要让你们那个小组抽奖几率增加一点的话，就是赶快。去多走一下你们的组别，像现在我可能就增加了五次，因为有一群人啊，不对，我发现可是你是黄色的，哦、我错了，我 OK，、啊、我可以攻击，没事，但我是绿色组，我到黄色了，谢谢，哦，我刚才放增加，对，好，不重要，我们回来，那你加入了游戏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我们 server 多了很多很多神奇的 channel 哦， oh? 那这边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些标题，应该可以发现什么。就是我们其实今年大地游戏啊，有一些题目，那这些题目主要是包含了赞助商，那还有我们跟台湾有关的问题，就是这边台湾的问题啊，然后起来 被我的头挡住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这样，没错。然后最下面还有 Python Challenger， 还有 Coin Chat， 那这两个呢？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那对自己 Python 有一些信心的可以尝试一下，我们刚有自己试玩过，有些职工也觉得真的不容易，对，可以挑战看看。那一样互动方式就是点下面的 emoji， 那我们将军就会把问题给你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试玩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赞助商这边来玩玩看，我们来到国泰这边，那我们在活动场地上要怎么看我们的大地游戏的题目呢？就是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烟火的箱子 ？OK， 没错，就是对它只要按 X， 就会出现一个投影片。对，好，这边有英文有中文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那这边的问题就会问说跟这个赞助商相关的问题啊，那国泰金控，近期最专注于哪一个技术的开？要按 X， 这是我们的问卷。拍谁？好，关掉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怕收录到大家的声音。然后我现在分享一下，就是那这题答案是什么？哦，我其实看过了，所以我知道答案。那大家
答案是什么？但我不知道答案啊，那怎么办？答案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那就是可以丢名字啊。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赞助商相关的资讯。OK， 虽然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可以找答案，但这题可以找到。字有点小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眼睛很利的小。没关系，让大家自己去看。有没有发现我的滑鼠在哪里？要看到的话，哎，没错。对，那我现在怎么切回去？快捷键可以吗？哎，快捷键不行。别，哎，狂错。啊，可以，我切回来了。OK。哦，对，这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边答案。我其实有默默的选出来，就是我们的速发。哦，我刚忘了讲，这边要你去点那个猫。你挡住了。猫，跑出外面了。点了之后呢，猫将军就跑出来了。那这边就可以回答问题。那刚有说，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边故意不让你知道有什么选项？没错，你们一定要去赞助商摊位上看一下题目，才知道选项在哪里哦。对，那是什么啊？速发，好，就是 D。如果错就尴尬，好，没错。哎、欸，那如果答对的话，你又挡住了。不对，我这时候怎么那个？哦，这个好啦，答对的话，反正他会告诉你答对了，然后你会获得一些奖励。这边像国泰，因为他是我们很好的伙伴，所以他就给我们2000猫金币，还有一个漏球印章。对，那我们就到美光去看看。好，美光这边我们又会遇到什么题目呢？他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他是在哪里？哦，你点这个。哦，我觉得你开，让他们帮你在这。哦，好。好，我们来到美光伙伴这边，但是我找不到他的。哦、在左。这里被遮住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光这边的题目是什么啊 ？OK， 好，大家好哈、啊，我是。听到我声音吗？那个，我们在直播带大家玩一下游戏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我们这边介绍一下，不然我怕你们的声音被收进直播里面。谢谢。Okay, 大概1-2分钟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美光这边，我们看一下他们题目。那美光这边题目有点难度哦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还是我们看一下提示。因为很多在偷看提示。必须的吧 ，OK， 那个知道各个赞助商大家到底都在做什么，实际的也可以来观赏一下我们漂亮的官网。然后如果还是不会，我们也可以问一下我们赞助商摊位上哦，可以。那他们有跟你们叙述他们的业务啊，或是有什么职缺等等。嗯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答案在哪里？对，好，我这边就不要多透露。对，大家可以自己上来看看。哎、欸，但你还是得答题啊。对，那你刚刚有认真看题目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怎么不知道 ？OK， 好，这是美光的业务、欸，我一定要知道的吧？好吧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是什么。哎，美光今年开发的是什么哪一款的非挥发机体呢？好，这题目你还整我们？好。大家如果刚刚仔细看那个介绍，应该也知道答案了吧？嗯哼，嗯，我相信必须可能不知道。我刚没有字太小了，我看不到。哦、没错，就是 C， 我们的 3D X Point。OK， 好，那赞助商这边的回答方式，相信各位直播上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。我们谢谢美光。好，我们前往下一个地方，就是。我看到右边有个太阳饼哦，太阳饼是什么？里面是不是包太阳？啊，婴儿食品里面包什么？快乐、okay. 快乐童餐里面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回来这边，在食物吧，太阳饼应该是食物吃的。哎，没错，在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分类是台湾的旅游，那这边就有食物、文化、自然。还有一个很神秘的东西，最后有时间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这边太阳饼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圆圆的，很像这个 emoji？ 我们可以点点看。好，我们直接开。你先开一下。好，投影片没有说你先开一下投影片。好，对，
其实大家如果有先点了 emoji 进来，你会发现这边其实是还是看不到答案。对，你还是会尝试上看看，到处走走。OK， 那太阳明这边会是什么问题呢？啊，看到这个问题，想必大家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吧？一定是 B， 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、哦，太阳饼，一定是 B 啊！哎，我怎么答错了？太尬了吧！傻眼！我好不能搞不死啊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阳饼内容物大家有吃过的应该知道，它是冬瓜露、麦芽。哎，我回答错了，是麦芽糖啊！对不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好了。这投影片上面我们现在看到，就是其实这张投影片有蛮多提示的、啊、然后这边的话第一个提示就是他 Discord channel 我们要在哪里答题呢，他这边中间就有写说我们是在负责这个频道做答题这样，然后那我们到这负责频道，我们刚好看到很多个 emoji 嘛，你不知道选哪个 emoji 的时候你就看右上角这张图片，所以我们刚刚选的是大饼。好，然后你如果真的还是看了题目之后不知道怎么答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看一下，就是我们下面有个可以让你无脑回答，好不好？就要像我 gay 哦。对对对，就是在那边硬是不看我们的介绍，硬要答。下面就有介绍说，哎，我们太阳饼是台中必买的点心，那它的馅料是从糖啊，然后麦芽糖、盐巴、黄油。要重复讲什么东西？重要东西要讲这些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些东西去制成，所以我觉得选项应该蛮清楚的，肯定不是冬瓜露嘛。应该是太阳吧。OK， 好，大家应该有发现我的分数被扣了两轮，原本是400金币，我就只拿到100，就超级少了。对，大家真的不要乱答。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离开跟台湾相关的题目啦、欸、啊，不过那个跟台湾相关的题目其实都很有趣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挑战看看大家对台湾熟不熟。 OK， 我们的朋友也可以玩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我想想、啊，那个问号是什么啊？问号，好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 ？Are you ready for Python Challenger？ 没有，那我们不要打好了。可以逃避的吗？不行啊，这就是刚才最开始有介绍到、okay. 我们最下面有一个 Python 的 Challenger 的频道，现在被 Fish 挡住，不过在最下面， oh. 没关系，这样好。在最下面这边，那大家进来应该看到一些题目。相信应该 Fish 哦，超过作业。我刚刚没，我们就来考考 Fish， 看他还记不记得。那从第一题开始吧。好，好，我选个最简单的啊，我选个一颗星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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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从前面开始。不要、啊，不要啊、答案只记前面是不是？OK， 那题目是什么呢？C Python 从第几版开始支援？好，这个怎么念？我也不会念，没关系，但我知道答案。我也哦。答案我觉得看起来应该就是 3.8 吧。这个主持人有点随便啊，这样直接背答案。好，相信各位直播上的朋友或在 Get Town 上的朋友应该对 Python 应该会比我们两个更熟一点，大家可以来挑战看看。我们这题目很多，然后三颗星的难度真的不低，我可以随便点一题给大家看看，我就不回答了，等一下回答错误、欸、我搞不好也会哦。有错的题目是啊，这个哦、oh, OK， 这个我也知道。好，我们大家那我不要倒数三秒，3、2、1啊，大家自己想想看，就是那你倒数个屁、啊、我回答吗？我回答大家都知道了、欸、不要吧，不要吧，不要回答，让大家自己回答。对啊、嗯、好，那我们就往下咯。好刚刚有说到这个也是在我们最后一个 channel， 那大家可以过来这边。那这边这个频道呢，就是你可以跟猫将军做一些闲聊啊，猫将军可能会随便问你一些问题、嗯、那你就可以拿到金币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突然应该有人点了，对，可以点点看。那这边猫将军多一个问题给你，那你从哪里来的啊？我是台湾北部。那这边的问题你可以一直跟他聊天，那我印象中聊个十几二十次应该是没问题。那用 Python 几年啊、好，少一点好了，这样。那答案没有差，就是好好好那个回什么不是答案没有差，你认真回答。好，没错，大家可以跟猫将军聊天。那这边就是大家可以多拿一些金币，虽然数量不多，那个单一次每一次的量不多、嗯，不过你可以回答很多次。那还是希望大家认真回答，就不要乱答。
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困扰。我错误示范，我错误示范。OK OK。好，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圈都走过了，那我看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就来走一个神奇的小东西。哦、oh?。对，这个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地图上发现，我们有一些有趣的小地方，其实就在昨天有提到的地图里面的庙。你是说昨天那一个电锅吗？我们就不要再打广告了，是电锅吧？嗯，好，是电锅，就是我们今年的猫将军庙。OK， 大家有没有在场地上逛的时候走进去看看啊？就其实里面也是蛮有趣的，哎、欸，可以跟他合个影，他很漂亮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哎、欸，今天没有信徒在参拜，没有接到一个信徒在参拜。然后在进来之后会发现，旁边有个钥匙，嗯，啊、让我们进去过。我这个空间的会不会很难呢？我印象中是蛮难的。我们就带大家来走走、啊、它是一个平行宇宙的小游戏。OK， 我是路痴，可以的吧？我地图那么小，地图很小吗？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个游戏应该考验你的观察力。我们来看看你的观察力好不好？完蛋了！哦不，等等，对不起，我位置怪怪的。大家应该没有看到什么都没看到，没有没有。好，技术性失误。好，我们进来之后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没有进去。没事没事，好，没事，我就自己玩。OK OK， 对，那我就交给你的观察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就是这边啊，其实我们有三张地图，那这边会就是代表三个很相似的时空，可是时空不一样，那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嗯、那大家就在这三个空间里面穿梭来穿梭去。然后比较一下这个三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如果有仔细逛过今年场地的人，应该有发现我们场地上有很多什么什么、啊、不知道 NPC、动物们就是我们的重要的伙伴。我以为你要说有很多鬼之类的。那是走出生地图吗？后面应该没有、啊、不对，镜子里面也有、啊、然后就是大家有很多 NPC、嗯、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小提示。对，我觉得我不要玩玩好了。好，可以在这边晃来晃去。欸、我突然发现这边的颜色好像跟刚刚不太一样。哎、欸，没错，就是我们有让大家好区分一点，就是你有发现三个地下道，那就对应三个颜色。OK， 可以比较好的分辨你现在在哪个空间，不然不会比错。好，我带大家简单逛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出哪里不一样的？观察力好的朋友们应该有看出来。我看不出来，但我有看到。不一样的动物吗？不是，我有看到就是有个绿色框框，那是要干嘛？啊，很棒，观察力很好，谢喽。我被敷衍了。好，没错，就是其实你要选择的时候啊，就要走进来。那你觉得刚刚进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？你就找到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就走进去，那这边就会有 yes or no。好，啊，我觉得是嘛，我们就看看啊。他跟我说啊，不对，好，啊，这边不是正确的地方。所以我又被丢回来了，大家就也是可以 try and error 啊，慢慢试出答案在哪里，但可能就要花点时间。我们的选项应该是 不算少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但如果我现在不想玩了，怎么办？啊、不想玩。我如果在这迷路半小时，我不想玩了。我觉得你不可以不想玩，你。好，不过如果真有提示要离开，OK， 这边有个结束游戏，大家就走进去。好，他应该就把你丢回去场地 B 这边。好。那其实那边这边的问题比较不一样，这边的问答，这边问题是问答题。那大家看到答案之后，就可以回来这边点回答问题，你就可以把你刚才秘密空间里面得到的答案 ，OK， 复制贴上或者 key 上来，嗯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题目对应的奖金，像这个是800块毛巾币，欸，其实蛮多的哎、欸。刚回答一个太阳饼才400块，没错，而且两个场地都有 Space A 跟 Space B，都是从庙那边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对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去场地。哎，你有没有跟到了？我没有跟到，等一下，自己走回来。等。好，大家跟上了。OK。啊，但我找不到你。好，算了算了。OK， 那我们觉得。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东西应该告一个段落了，对，大家赶快去加入我们的 Discord， 我可以监视大家看有没有加入哦，看有没有人增加，好，增加了一点点，
对，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快来参加，这样就可以拿到精美的，就很高的机会可以拿到我们的精美礼物。我真的觉得我们最大奖蛮厉害的，真的超强。哎、哦欸，不过其实那个最大奖不是第一名哦，哦，不是第一名，没错，那个 PyCon Anywhere 是我们会从所有的参加人里面抽出来，所以是人人都有机会、啊，人人都有奖。对，但是你必须要先加入我们游戏，至少玩过一题才有办法。你一定要玩，对，你才有机会可以抽这个最大奖。OK， 没错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时间差不多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大家赶快去吃饭，赶快休息。OK， 下午还有一程。好，拜拜。